Oh, he did.所有的嫌疑都被他们提走了。是。我马上去天成恒宝丰荣正通银行这几家和我们日常和有生意往来的钱庄，只要他们愿意帮忙， 我们还是有希望的。老爷，别走前门了，走后门吧。老爷，等等，停一下。 沈老板，您开口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的？不过，20万两白银也不是个小数目，最快明日才能给您筹措完毕。啊，多谢林掌柜，您客气了，客气了。哎，沈老板，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我找钱先生。好的，您稍等。 20万两白银，那倒不是大问题。哎，但是我要跟总号去知会一下，必须要他们同意才行啊。啊，还请钱先生能尽快，因为我这边比较着急。这个您尽管放心，我马上就给总号发个电报。但是，他最快也要明天才能有回话。那就拜托了，沈某感激不尽。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唉，拆借可以，但是按规矩，这拆借的利息，啊，当一分不少。哈哈，那成，我马上算算账，明日就给您把银两送到。那明日我等你。 沈四海从日昌河出来，分别去了天成亨、宝丰龙和正通银行。这三家平时和沈四海关系都还不错，尤其是正通银行。沈四海发贴票，他们也跟着发了不少。我们在天成亨和宝丰龙也有很多现银的往来。我记得我们在天成亨是有存款的。我们很多的客商在宝丰龙也开了账户。 谢谢你了，我也没睡着。
知道谁在给你作对吗？不知道，也没有空去想。放心吧，只要能挺过明日，我一定会把他揪出来，千刀万剐。你能挺过明天吗？天成亨、宝丰龙、正通银号都答应拆借了，但是银子要明日才能到位。只要一到位，我一定能挺过去。那就好。但是就怕夜长梦多呀。老爷，不管明天会怎么样，我都在，家都在。夫人，这么多年，你跟着我都没好好享过福，倒是一直担惊受怕的，我对不起你。老爷，干嘛说那么生分的话？如果真的能够挺过明日，我真要好好想想，如此辛苦，如此卖命，值吗？我挣了这么多的银子，真抵得过我所付出的吗？老爷，银子没了没关系，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再多的银子都不重要。枉自我挣了这么多年的银子，到今天我才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回屋吧。